小白转一圈给大家看好了，月见花的洋装，小白小个子女生，小个子女生可以买哦。这件你看后面真的被瘦，这件真的是超瘦。我觉得自己私心很想穿。哎，其实米黄色也不如想象中好看哎，暗米黄色，但是有点香槟色的感觉，香槟，因为我觉得它有点亮哦，有一点光线一下亮亮的，光线一下，好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，快点哦！再给大家十，老板，你有话要说吗？他在那边看，他在照镜子。那我们就最后十秒钟，就是大家把张真小白双人组的同框照截图。模糊的不行哦！哎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，就是截图到粉丝团。私讯我们，然后我们就会提供30元的购物金，不用公开分享哦，是不是很贴心呢？对。但是我之后还是会分享，还是会大家参加，就是还会办一些公开分享活动，强迫大家分享。记录一下自己。今天给不完的，明天会出。啊，对，如果你今天刚刚私讯我们，然后我们没有回的话，那是因为我们累了，下班了，明天会继续回，大家不要担心。我累了就用不完。对。用不完。